世界中你不知道的事情，新手村中的卡卡和妮妮，他们不是人类，他们是虚空幻影的小弟。我们从战旗上就可看出，上面画的图案正是虚空幻影。今天我和学姐又对新手村中的卡卡进行了一番研究，我们得出了新的结论。小伙伴们记得点个关注，谢谢。卡卡说了句这里的环境真的不错，从而他就跑到了前方去。我们发现卡卡他并没有对四周的环境进行打量，并且在他跑到前方以后，他突然来了一个回头，他好像看到了不该看的事情。当我们冲上前去，我们便发现卡卡又不看我们了。按理来讲，卡卡发现新的星能块会向着妮妮正面看着他，然后告诉他这是星能块，但是在这里卡卡并没有看着妮妮，好像星能块有什么巨大的魔力让卡卡不能看着他，并且还有一点可以证明卡卡是没有视力的。我们发现卡卡在这里说了一句这里风景不错，但是他的头并没有打量四周，而且他说前方有星能块，他便直接跑了过去。刚刚进入游戏时，卡卡并没有跑向后方，他也不知道有星能块，所以说卡卡是一个盲人，他只能靠做感知来寻找星能块。